你知道你在看表演，可是我在上班呐、啊。哦，对，说到上班，我明天在那个花莲也有演出。嗯当然是开心的上班了，然后我会和那边的乐手一起合作。那在地点在花生客厅，花生是声音的声，然后客厅，啊，好像是7点开始。他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分开的事情，好像是吵架，然后就真的都没有联络那种，可能对方真的很生气吧。然后就，因为有时候就会想一些有的没的，我啦，忘记我要讲什么，就是我就跟那个朋友说。其实他那个感觉很像是，一个很重要的人跟离开你，不管是死掉还是怎么样，吵架这样，他都会帮你把那段记忆框起来，好看的框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作用啦。然后你想要看的时候就可以看。只想好好说再见，不是生气或是哭泣，而是好好的失去你。可是我忍住伤悲，不小心露出一点点皱眉，看作是生气，你害怕我生气，可是你快步的走，会几次头，一次次看见我没有回头，因过于坚定的背影，你也疑惑，你也死了心。曾说偶尔的错过是天赐的收获，让善良的人少几次播种，几次失落。可是现在我只想好好说再见，不再生气，不再哭泣，而是好好的失去。
不再哭泣，而是好好的失去你。只想好好的失去你。好这首是巴奈的歌。让我想一下第一句怎么唱。让我看一下。大家不要学哦。从前，从前的我，常常觉得没有别的路可走，而又不经意的想，是这样吗？隐藏了很久很久的秘密，现在已经不需要太在意。也许是够大的年纪，时间也比较容易过去。我想起来，很明白自己并没有真的弄清楚什么道理，只是今天的心情错而已。我真的期待不用再担心来担心去的日子，偶尔用看着办的心情应该没关系。17岁女生的温柔，冲动，60岁。